猜猜是谁呀？不认识。佳佳。不认识，你看。哼，在吗？想你了。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呀？咱俩不是说好一起单身吗？你整这出啥意思啊？他是我同事，他老远纠缠我，完了我咋删都删不掉的。不会呀，来我教你。佳佳是谁呀？什么佳佳？刚才的佳佳，刚才在哪呢？就刚才你找出来，你找不出来你就别无理取闹，别瞎说，行不行？我真服你了。既然咱俩这么好，那你愿意跟我同甘共苦吗？愿意。如果你有100万，你愿意分我点吗？都给你吧。那如果你有两个房子呢？你一套我一套。两辆车。换着开，随便开。啊，那如果你有一块牛排。分不了。